我还是用一条线来表示时间。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我们是把每拍的时间的量切割成两等分或再来是四等分。接下来是我要把每个拍子切割成三个等分。之前的四等分是 1en 2en 这样念过去。一拍分成三等分的时候，我们会用三连音的念法，这是其中一种念法。因为三连音念成 triplet， 那所以在有人会念成 1plet 2plet 3plet 4plet， 那或者是用别的声音，你可以自己发明一个自己的念法。那在这里我念的是 1titta 2titta 3titta 4titta。1titta 2titta 3titta 4titta。 好，我们来延续上次的练习。好，最亮的那个声音是第一拍，来咯 1 2 3 4 1 2 3 4。 我们试试看把它三等分的时间点你念出来。1titta 2titta 3titta 4titta 1titta 2titta 3titta 4titta。 各位注意，我们在念这个 1titta 2titta 的时候，包含前面的这个四等分都一样，我们需要让念出来的声音听起来速度是稳定平均的。我是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听听看。 1titta 2titta 3titta 4titta 1titta 2titta 3titta 4titta。 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算拍子的方式，因为听起来是哒哒哒哒哒哒，这速度上并不平均，就是变成感觉这个哒的这个后面三分之一的时间变得特别长了。好，所以是再一次哦，速度应该是这样的 1titta 2titta 3titta 4titta 1titta 2titta 3titta 4titta。好，我们来练习看看在第一拍的第三点，就是 1 的这个 ta 这个位置发出声音，来咯 1titta 2 3 4 1titta 2 3 4 1titta 2 3 4 1 2。 第二拍的第二个时间点 1 2 3 4 1 2 3 4。 OK， 第三拍的第三个时间点 1titta 2titta 3titta 4 1titta 2titta 3titta 4 1titta 2titta 3titta 4。 我们再来多一个变化好了，假设我想要在第一拍的第三个时间点跟第二拍的第四拍的第三个时间点好了，分别是我左手的指尖所指的跟笔尖所指的这两个位置，来咯 1titta 2titta 3titta 4titta 1titta 2titta。 我漏了，再一次 1titta 2titta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